好，张虽然是落大雨，不过真侪民众是唔惊风雨，出来参加这会歇大游行。这游行队伍最后是来到总统府头前的凯达格兰大道来会合，并且来举行晚会。真侪业界人士嘛来参加，要来向政府表达欢贴的诉求。三块八会歇大游行台北场，八号尾暗五点会师开道。知名的乐团飞儿、歌手张悬以及真侪独立乐团小连续开唱，表演舞台顶踩着大白的欢贺旗，代表献给政府特定的乌木。九万人下昼参加完游行，继续斟酌。暗时的结婚参加暗会，揽着好表达欢迎的诉求。知道陈南宇出有些事现在不做，以后就来不及了。情况之下是有很大的机会，你上不了飞机，所以还是要站出来，不管天气如何。就把这个理念让所有社会大众的人都知道。我爱南宇，我爱南宇，何必滚蛋，何必滚蛋。南苏的发言人主民用汉语加族语表达爱政府将协会了刷走的诉求，要求政府重视。这个板块的活动，一代一代的，在我们雅美人当中传承的，是谁逼我们上街头？甲日本界同齐做伙，导演柯以正一度讲出要参选台北市长，也毋过随家嘴讲是假，就像台电讲的核电安全共款，拢是假。车民将继续支持反核。对游行的诉求，行政院方面也回应，强调无核安就无核事，政府会以相关的检验标准来要求核事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